种类型的茶能预防听力老化呢？对中老年人来说，喝下列何种茶可以预防听力老化？因为这个乌龙茶是半生熟的，就含有比较丰富的这个，就是保存的这个营养价值比较多。我你选什么？我是我猜 C， 有没有原因？因为听力跟朵朵有关系吗？普洱茶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